我们先主线好了。那这场完了，我们来讲一下图鉴里面的装。果真有一段冷却时间呢。等一下啊，天下名将尽在我手。嗯，你昨天讲到哪里啊？那这个是无双凤麟盔，可以看到它取的方法。嗯，哎，无双凤麟盔。好了，本集基本上到这边了。嗯。哦，这个2小时，这个是新逮上来的吗？是吗？一果在蛮热门的吗？